闹钟坏掉咯。你真是习惯性迟到哎，还好今天是星期六，9:20才开馆。对不起嘛。要是平日的话，8:20开馆我可不理你哦。哎，人好多哦，他们是在排队大抢购吗？才不是呢，我们准备要考试啦，所以大家在抢位置 K 书。哦，哎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学生证吗？还好有带。这里是阅博区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图书馆新进的图书，还可以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落坐下来看书哦。而且啊，这里不定时呢都会举办主题书展啊、新书发表会啊，还有阅读分享活动。哇，也太棒了！而且啊，这本新书我昨天看到才想买，没想到图书馆已经有了。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挖宝啊。哎，那可以外借吗？可以啊，我们这边每本的新书都可以外借。太棒了！在这里啊，输入你要查询的书名或是关键字啊。一本还在这里，另外一本被外借。你看这边，蓝洋校园，那怎么办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要的书已经外借了。哦，别担心，还有再借图书可以使用吗？好，这样申请就可以了。有问题再问管员或问我吧。谢谢你。不会。拜。哎，小柔，你不要忘记把另外一本书的锁书号跟楼层抄下来啊，不然等一下还不是找不到。对哦，对哦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到3楼的检索区，那边位置比较舒服，而且啊，那边还有印表机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找到的资料印下来。嗯。使用这区的电脑啊，必须来柜台先登记才行哦。哇，有学生证超方便。对呀，在图书馆只要有学生证在手就万事 OK 喽。哎，这篇文章跟我的报告很有关哎，我要怎么把它印下来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印哎。咦，那我们问一下他好了。好啊。你们可以先到参考咨询台购买练印卡，这样呢就可以使用那台大印表机练印出你想要资料喽。谢谢。那我也想要找期刊资料的话，我该怎么查啊？建议你先到那边的参考咨询台，请管员给你一些建议或资讯好了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你要找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想找有关环保的议题。好的。我们馆都有，你可以去4楼期刊区印下来带回家看哦。如果你们想要有完整搜集资料的技巧，我们平时都有开课，欢迎你们来报名参加哦。好，如果有空我们一定再来报名参加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哇，这里好多杂志哦，而且很多都是我平常在看的耶。对啊，这样就不用到 7-Eleven 看啦。哎，可是找不到我刚才查的杂志。要找的啊，其实过期的期刊被装订成了定本了，没有和当期的放在一起。好，在这里。谢谢。不会。对了，这里的期刊杂志是不外借的哦。不过啊，有你需要的部分，你可以到各楼层影音室印过你所需要的哦。对了，如果没有影印卡的话，4楼的 U402影音室可以买得到哦。啊，我打工时间到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快去印你的期刊啦。
听好了，走吧。你看，这一期的电影期刊啊，有一部叫做《不愿面对真相》，好像很好看哎。跟我的报告主题好搭哦。那我们等下去百事达租来看吧。不用啦，要看电影，五楼就有得看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有这部片哎。你不是赶着去打工？我就在这边打工啊。请问在馆内观赏吗？对啊，我们这边一起看。OK， 稍等一下哦。耳机。哦，这是为了不影响其他人观看品质，所以每个人在观赏时都要戴着耳机哦。哇，还有团体试听室哎。对啊，很棒吧 ？I've seen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 lot of big hurricane damage, and then what happened? In the space, like a mirror, but when it hits the open ocean, more than 90. 我看完了。OK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多媒体资源室啊，平时就有安排电影欣赏时段哦，在图书馆的部落格或是电梯墙上面都有贴时间安排表哦，欢迎你们来观赏。那今天播的是哪一部啊？这一周是爱情喜剧周，但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没有安排耶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其实可以借回家看耶，大学生每天可以借三部哦，最多可以借四天。那我要借回家看。OK 啊。桌子上怎么会这么多包包啊？是啊，因为考试要到了，所以很多人都拿包包来讲。是哦，但是啊，这样是不对的哦，而且东西很容易不见。像上次啊，我的学长他的整本笔记在考前就不见了，很惨。那岂不是会影响到课业？没错啊，如果你想要来这边看书的话，我建议啊，你可以到柜台拿时间条来放。一旦呢，他们离开十五分钟，丧失了使用权利，我们就可以用啦。大人成像方面一些讨论，对啊，就关于铁观音儿童记学的一个报告要开发，对。这是这里怎么会有革命室啊？哦，这里是讨论室，就像一个小型的会议室啊。平常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，都会先到门口的询问台约时间，再来这边讨论。小荣在干嘛？吃点心啊。嘘，图书馆不可以吃东西，而且讲话要小声一点。好啦，我们走了，不要吵他们了，走吧。就应该把手机关静音，这样才不会妨碍到其他人啊。好，我马上关。不必了啦，我们都要出去了。学姐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客气啦。那学姐，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啊？我等一下要到一楼的自习室看书，等我男朋友来接我。那我跟学姐去看一下书好了。好啊，走吧，走。书要去还了，那怎么办？闭馆了耶！哦，没关系啦，图书馆还有还书口，就在自己室隔壁而已啊。看，很方便吧？真的很贴心耶！好啦，那我先走了，小慧学姐再见，拜拜。Hello。嗨。好巧哦，今天真的好巧哦。今天找资料还顺利吗？谢谢。
谢你的帮忙，有找到不错的资料，只是有个疑问，为什么会一直出现在图书馆里面，对吗？其实啊，我除了是非书组的工读生之外，我也是点阅组的义工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，叫小天，是制图系的。我叫小柔。小柔，听说其实图书馆还有很多好处的。